是姑姑拿回来喜饼，那你打开吧。全部都散在一起了，怎么办？好像可以。不知道为什么。啊，没关系啊，因为我们可能没有关好。饼干都破了、欸。这个这里有很多种口味啊，这个是破掉的口味，破掉的饼干口味，然后这个是巧克力口味吧，这是巧克力饼。你们看一下，你们喜欢吃什么，你们就选来吃。你的是什么？我看一下。你刚刚还没有开，你就拿。那我要吃这个。可以啊，这个应该是草莓口味的哦。我想吃这个草莓口味的。这个是熊熊饼哎，这个是熊熊图案，你可以打开吃啊。有一种是爱心。好啊，那姐姐你可以拿去吃啊。然后有一种是爱心的。姐姐你会打开吗？不会打开。请姐姐帮忙。有一种是爱心的。有，看到了。它还有很多种哦，还有很多种，可是我们刚刚不小心把它弄破了。这个是圆形的，爱心的。对，哎，这个有草莓的，这个有草莓的哦，草莓的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小圆形，哇，这个喜饼真的好多、哦，这个是叶子形状，哎，这个可能也很好吃，这个可能是抹茶口味的、哦，好吧，弟弟你吃那个吧。哇，好，姐姐也帮弟弟打开，因为爸爸现在只有一只手，哎，帮他打开吧，你最厉害的。可以了，可以拿给弟弟。我摸起来。好，摸起来味道怎么样？很好吃。你摸起来味道觉得很好吃哦。我摸一摸就觉得很好吃。嗯。怎么样？草莓。好吃吗？重点是好吃吗？嗯，很草莓。很草莓。那姐姐你的这个熊熊饼干你觉得怎么样？它有什么口？巧克力。它都是巧克力哦。没什么感觉，就是巧克力饼干这样子哈。嗯哼。好，这里还有很多饼干，你们可以再吃啊。不然你吃这个，吃这个看看。这个可能是很健康口味哦，要不要？嗯。好吧。这个也不错哎，这个有巧克力耶，这个是巧克力的哦，还有巧克力酱哦，背后是巧克力，这个可能很好吃哦。嗯。哎呦，弟弟，那个我看到了，里面有馅哎。我看一下。里面有馅。真的。嗯，好像还不错。哎哎哎，掉了。好吧。那你们如果饿的话，可以自己要选来吃哦，好不好？是的，这个每次都是好甜点哦。好啊，